众保私囊的，这个才是真正对不起百姓的。我替老百姓叫屈，我是在替老百姓叫屈。吴敦义话才说到一半，蔡丽颖一个箭步走向前，抢话澄清。一旁吴敦义也似乎有点吓了一跳。他们宣传的说那个治水非常好，那为什么一场雨一天的雨，就让百姓淹了水淹了那么多天？我在替老百姓叫屈。蔡丽颖不断强调自己是在替老百姓叫屈，是被绿营人士断章取义。因为他前一天这句话一出，马上让八二三大淹水被民众痛批的蔡政府找到反击借口。老天一天的雨水就打什么？打他们的嘴巴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是老天有眼。就是这句老天有眼让绿营猛批，说民众受灾，蓝营还在幸灾乐祸。而吴敦义挺身护妻，说蔡丽颖讲得非常正确，也不认为绿营抓雨病趁机斗争会让选情受影响。不会担心因为这句话影响选情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我想会影响选情的是谁坐云豹假车，那个才叫会影响选情。一句老天有眼引发轩然大波，还有人称蔡丽颖是猪队友，而吴敦义力挺老婆大人，相信民众也有眼看得清事实真相。只不过随着年底选战越来越近，这政治人物和家属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检视，开口之前恐怕还是得仔细多想一想。记者林依晨、廖宇智、宜兰报道。